你慢慢进来吧，等等我拿一下鞋。没有，我穿鞋子。没关系，我不脱鞋，不脱鞋。在宜兰吃海豚肉的现象也很严重。请坐，没关系，这边坐。都等一下。真的不脱鞋，因为我天天都在脱，我一天要脱两三道。哦。客人来，你总是脱鞋多麻烦。客人也麻烦。你奇怪，我真的没见到。有啊。这脑子真快。来一个，好，对，有就好。可以拍哦，你刚刚说叫我拍嘛？我看你说今天菜很漂亮，哦，不管拍菜没关系，哦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啊。你妈太丑了，现在老了不拍照了。嗯。三月三号，蒋伟决定在台北再加唱两场，拍一拍，然后看着两场。哎呀。那你有时候来支援夜班吗？有没有支援过夜班？对啊，我也没看过你啊。有啊，都是有啦。他们记性比较好，我们记性差一点。没有。班比较少吧，还是？对，班比较少啊。那班我爬完好几个学期。好重激动的少，比较少的是激动的，所以他比较他很固定啊。你要熟，你一个社区你久，你就会很熟啊。可是你说跑遍的话，大家还是会熟啊。可是你看。一个设计有个200多户，你要熟，对，要固定在这同一个社区啦，对，比较方便。你每天都接触的话，那就很快就会熟啊。对。那你一个礼拜才接触个，一两次。活动的那不一样，当然不一样了。你激动的话，你就要告诉他。只要一完整的话，激动的话，他很快就可以了解。那你资料如果不完整的话，那当然你要靠你的抗力的经验。
幸福，幸福的感觉。你中午有没有休息睡觉？不可以。啊，为什么？我自己的。啊，老师没有。不可以，不可以，回家再休息。对。要不要带子？啊，塑料袋。要不要袋子？当然要了。今天保全不做工吗？做工不一样，对，做工要倒地哈，其实要累，不一样啊，不一样。来，好，140加个蛋加蛋八块，就是蛋八块，蛋加10块了，不用八块了啦，哦。150，谢谢，感谢，感谢，拜拜，感谢，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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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照一下吧，照一下。快嗨一下，打嗨一下嘛，再嗨一下。Hello， 李妈妈，李妈。你妈太丑。啊？是吗？快 Hello。我越来越丑。哎，我刚好唱完。